是四季，天不爱光流，所有喜欢不必再多想，为你而来才寻找方向，对你不可三条人命现在很可能以意外结案，不错，是他的事儿。可是怎么会这么巧？我刚怀疑纪凌江，纪凌江就拿出证据坐实宋思普。这是你给我的那份名单上，和宋思普合作最紧密的人给我的录音，也是他配合宋思普制造了车祸。为了封口，宋思普把俱乐部给了他，他害怕被灭口，所以保留了这个录音，用来保命。一段录音证明不了什么。季长安，你现在还对宋思普抱着没有意义的期待？你忘记当年你从车祸中醒来，亲眼看着他大肆收购闵家的产业了吗？仅仅只用一年，他靠着闵家的产业，变成了江城第二大会馆。如今你对他心慈手软，对得起面试吗？他总在我动摇的时候强调宋思普对闵家做的事，是怕我对当年的事情起疑。不然别回去了，剩下的我来做。让我自己来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恭喜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。既然现在真相不明，那就顺着纪凌江的心思，去纪凌江的身边，看看他到底想要干什么。纪凌江已经害过他一次，如果当年的事真和纪凌江有关，我留在这里会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。季晨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到处找你，你知道纪凌江？我去见纪凌江了。你现在连骗一骗我都不愿意了吗？迟早都会知道的，不是吗？那你留在这儿。这就不用问了吧，这些你不都知道吗？我发艳照，装瞎接近你，偷资料给纪凌江出卖你，这些事情你不是都知道吗？所以宋头家现在想要怎么处置我？杀了我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宋头家，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是你蠢，一直毫无底线的原谅，现在才会自食恶果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？我可以陪你一起。宋思普，你醒醒吧，到现在了还在为我开脱，你的感情在我这里是得不到任何回应的。不是，宋思普，你知道吗？我最想看到你这副不值钱的样子，现在我看到了，所以觉得没意思了。没想到堂堂宋氏老大这么好骗。我知道，从你刻意接近我开始，都是你的陷阱。
分明别有用心，但是我不相信你会害我。明明你在我房间里的反应都是真的。那你猜猜现在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们又相遇，汹涌人海中，激动你从前的懵懂，一直到后来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这样自轻自贱吗？宋头家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有那么重要吗？我不管你怎么看我，我也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但我请求你，不要相信纪灵江，也不要相信纪灵江说的任何话。不相信他，那我该相信谁？你吗？你可以相信我。宋头家说笑了，你是最不可信的人。记得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心软，因为我也不会手软。纪灵江，你还敢来我这儿？纪禅，我来接你回家。别走。宋思普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姓纪吗？是我给他的名字，他是我的人，你拿什么资格留他？他真的是纪禅吗？他又真的是你的人吗？不见得吧。宋头家，我自始至终都是纪头家的人，这段时间打扰你了。我们走吧。让你当着他的面做决定，你好像很为难。我决定公开我就是闵家人的身份。你决定好了？今天已经跟宋思普彻底摊牌，要想隐藏身份跟他对立是不可能的了。而且现在也确定了，他就是仇人。那我就做回闵家人，这便是你想看到的吧。那你可要想明白，现在所有人都盯着闵家，你现在用闵家人身份回来，无疑是把自己放到了靶子上。到时候你要面对的可就不只是宋思普了。已经死过一次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欢迎回来，闵静淑。是闵静雅。的爱正在回来，回来。Love is back, love is back, 放肆去爱。